对对对对，跑回来了。那时候对。他到旁边去穿裤子去了，他要回来了。对对对对，他回来了。那时候对，所以他是上去冲完再下来，因为他们家爆炸，他有先去隔壁邻居先冲一下，然后再这次直接就下来。那种对那种。你是林小姐是不是？爸爸，怎么了？这要求阿姨会不会怎么了？你乱喷！你是妨碍公务啊！小姐，我整个好的。警察到了没？我还没来啊！我进去里面的。你买到了？没事，这我。你打人！我自己的。你打人！我不会开。你先破坏公务，妨碍公务。我打人！你们最后一件破坏，要上送拿过来。你们最后。没有买票，赶快下去买哟、哦，还有时间哦。这边没有买票哈、哦，有哈、哦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什么叫不用的？我可以看一下你票吗？不要，不要过了。补票？你不补票，再告你诈欺哦！来去补。诈欺不要了。好好好，来出站，出站。你现在就出站了，对，你票好了就出站。那要你拒绝运送，还没有买票，赶快下去买哟、哦，还有时间哦。哎，这边没有买票哈、哦，有哈、哦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什么叫不用的？我可以看一下你票吗？不要，不要过了，我们下一班都不认。我可以看一下你票吗？来，我确定一下好不好？来。对吧？不是嘛？对不对？好不好？你刚刚下我的车就是补票，不然等下叫警察，反正被诈欺哦。要我要到归来呢。我这边不是要往归来。我没有坐啊，你在啊、哦？我诈欺，我叫警察哦。谁先诈欺？你上车前我就跟你讲，没有买票旅客赶快去买票。我要到归来呢。潮州下去那你刚刚从哪边过、啊、坐过来？你票是从潮州往归来吗？我是要到归来呢。正义往归来的啊，早就过了啊。可以坐不能坐。正义往归来早就坐过头了，坐过头了，去楼下补票。要坐过头，潮州过去才能归来呢。我跟你说，你坐过头。没有坐过头。你现在就出站哦，不然等下叫警察哦。接下来出站，你坐过头了就补票。我没坐过头嘞。去哪补票？我没有坐过头嘞。你现在下去，我要叫警察喽。那上，那不是你这个票就不对，下去先下去补票再说。哇，你这么凶哦！我副站长，我不能不凶吗？来，你补票。你不补票，我再告你诈欺哦！来去补。诈欺。对。潮州过去才归来。你不用跟我讲那些，我比你更懂，好不好？来去补票。好好好，你来出，请出站，出站。你现在就出站了，对，你票好了就出站。那等你拒绝运送，我当然不会站，你不会让你进站。好，你现在威胁我对不对？你威胁我对不对？你现在威胁我说试试看对不对？
对不对？你威胁我说试看，对不对？是你自己讲的啦。你自己讲的，这边的路啦，怎么我自己讲的？站长副站长。要炸七要搭搭四三一啦。炸七我有买票。你刚刚四三一是不是上去？要我补票嘞，我补票嘞。来，帮我叫警察，好，叫中央派出所。